各位请放心，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。那可以进去看他吗？别急，别急，过一阵子他才会醒来。待会儿转入病房，让他休息。明天呢就可以出院回家了，然后每隔2天来换一次药。我想，大约10天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结果了。 谢谢，大夫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10天后，我把室内的光线弄得柔和些，免得对他的眼睛造成太强的刺激。 傅太太，现在您睁开眼睛，慢慢来，别害怕。 别着急，麻烦你们先回去一下好不好？他的情绪很激动。
让他安静一下，我呢还要给他进行检查。道歉，出去，咱们先出去吧。哎，请你离开吧。我真不明白，我替他检查的结果情况很好，那他为什么还是看不见呢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很可能长期失明，意识无法适应，情绪呢又过于激动的影响，很难说。他完全不跟我合作，所以我也就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要担心，最困难的手术部分已经完了，接下来呢就是时间的问题，可以慢慢的矫正他的视力。你是说只要假以时日，他的眼睛就会慢慢看得见了？对，我有这个信心，你们呢也要有信心。好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他治好的。但是我们不要操之过急，他的情绪极不稳定，我想他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亲人的安慰鼓舞，所以带他回家吧，多陪陪他。纱布其实用不着了，让他适应光线反而比较好。过过几天，等到他心情放松了，你们呢再带他来。啊，现在看不见，但是以后就可以看得见了，这是医生说的吗？啊，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帮你解开纱布而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需要它。医生说你要多适应光线才好吗？为什么要适应呢？反正我根本看不见嘛。你听我说，不要这么紧张，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吗？在医院里的时候你就是太激动了，解开纱布才一会儿功夫，还没让眼睛充分的适应过来，你就慌了，就失望了，我们也糊里糊涂跟着你的情绪走。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，你失明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要求你在一两分钟之内就什么都看得见呢？对对对，平常我们从很黑的地方一下子到很亮的地方，眼前就花了一片，总是要再过一会儿才看得清楚，也许你需要更久的时间呢。不要垂头丧气的，看你这个样子我们都好难过。不要以为一解开纱布我们就在期待什么，期待不到就会叹息，就会失望，不是这样的，不要给自己这种压力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少爷不过是听从医生的指示啊，你别想太多。既然医生说不用纱布，竟缠着也怪不舒服的，对不对？解开嘛，我给你解开的好不好？
我一看见纱布，就想起我撞车的事儿。纱布好可怕，把你弄得好像很严重的样子。我不要你很严重，我要你好好的嘛。小草，别哭，别哭，我。你给我解吧。哎哎，好，我解啊。哎哎。